我是姚吉聪。那我们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做文字学，我们就是学小篆的一些字形、字义、字音。那因为就学了文字学之后，就觉得这个篆书的造型啊，然后它的种种深深吸引我。那边写边做研究的过程里面，其实就让我开了很多眼界。因为篆书的写法不只是说哦，像最普通的铁线篆啊、玉柱篆，它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字体，很多不一样的书体，从甲骨，然后商朝、周朝的金文，然后战国时候的六国的古文，就光这一门就可以让我们学习很多。我觉得写书法哈，其实千万不要从功利的角度出发，要写得让自己开心，要写自己喜欢的字，不要为了比赛去改变自己的风格。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字，这样子写起来才会比较开心一点。然后也比较能够从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，反正到最后一定要乐在其中，要喜欢才有办法乐在其中啊。唯有乐在其中，唯有喜欢，才能够让自己这一条书法的路能够走得开心，走得愉快。